好，朋友们，刚才有吃过午餐的吧？吃了午餐之后，是不是要吃一下饭后水果？饭后水果要吃什么呢？要吃台湾本地产的水果嘛，对不对？吃什么呢？来根香蕉如何？香蕉可以，香蕉很可以，我也觉得香蕉很可以。好，我们现在呢要请各位呢跟我一起来掌声欢迎我们的露卡巴娜娜。嗨，大家好。那我就走了。这么快就是好。差不多了，可以了，再见。再见。那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次。嗨，大家好，我是来自这里的高雄的露卡巴娜娜。好，那我还是要走了，拜拜。好的，虽然刚刚一直很热闹，但是我今天要带来的是和风的 ACG 曲，第一首完全是为了让大家休息，没问题，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来这里，来这里，大家尽管坐下，我一点都之前你坐的这么舒适啊。好，那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和风，所以穿了一件算羊毛，然后它非常的热，有自讨苦吃的感觉。那不啰嗦，直接为大家带来第一首让大家休息的曲子，来自游戏零的碟。黒く染まる太陽。
10分钟，然后因为我从沙发上玩到就是沙发下，然后接下来是就是整个房间的角落，然后我都没有办法玩完它，就是它不是开门的时候会故意摸很慢吗？我就是在那边崩溃啊，我不玩了，所以其实我的游戏里只有10分钟就关掉了，然后把游戏还给人家，说我觉得可以了，人生的经验到这里就可以了。好。恭喜大家度过同事，对不起，把现场的气氛直接荡到最低点。没关系。哦，对对，说好不道歉，说好不道歉。那下一首歌的话，应该会比较大家稍微可以活动一下。那因为是和风曲，然后带来我个人还偶尔蛮常唱的歌，叫《甲克人滑铁》。哦，来了。「風の釣りが心に」
教训我们。好，在进行下一首之前呢，我要再次跟大家重新自我介绍一次，那我的刘海就飞起来。这个画面是 NG 吗？可是来不及了，对不起，在寻我经纪人。好的，那重新跟大家自我介绍一次，我是来自在地高雄的Luca Banana、yeah. 那如果对我目前唱的这两首歌表现还算尚可的话，觉得还算尚可的话，欢迎就是到 FB 搜寻我的粉专 RUKABANANA 就可以找到我，然后还有推特都欢迎追踪哦、yeah. 然后为了避免忘记，我先讲一下，我想到我先讲我要讲什么？哦，对，接下来的活动啊。那我今天就是 CRTK 三行结束之后呢，我下礼拜五会到台北进行一场女性限定的 live， 然后什么什么，然后礼拜六的话是娇娇我本人在阅读，高雄电器街女仆咖啡，对，高雄电器街女仆咖啡的月历驻唱，对，那这次一样都会，这次一样有五首新曲，我每个月固定都会在店里驻唱，如果对我有兴趣，但是觉得跑上去台北很麻烦的话，不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的高雄活动，对，好，谢谢你救了我。先进行就是第三首歌了，第三首歌的话是心灵代码 ED， 对，来自梅里亚的约束亚瑟克，小唐在那首小唐常唱的那首，一人では届かない世界を見に行くか、空中へ落ちていく君の下に忘れ去られた通り、僕この人を外した稲葉のように僕が知ってくやっと会えたね、ずっと待っていたよ、壊れかけてた時間が今ふと満たして、大切なものは走り続けた体は重く歪みしたい僕を飛ばしてく絶対一緒にみんなに夢があるから終わることない未来が今動き出して大切なものは痛み悲しみも苦しみ
止まることなく世界がどんなに形を変えてもからめた海誓った君と僕との約束忘れないよ大切なものは全部君が愛する方愛されることの喜びも幼い頃交わし合った約束が君と僕を繋いでるいつでも君と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物贩区、预告过去那里跟我聊聊天啦、啊。谢谢，谢谢乌克的妈妈。摊位也是在那个柱子那边，意思。好的，就在后面那个柱子，可以的，你们一定找得到，很简单啊，反正就往后走就会看到。对，那那一区呢有物贩的部分啊，有其他的票呢可以上来。那个。